像养鹿啊，你可以有办法带他出去旅行吗？可以，我有带他跟先生吵架的时候，我带他去花莲。打勾万树。嗯，他们有一个非常友善的宠物民宿，可以接受小帮手带着宠物去打工，然后可以换他的住宿。你是开车去吗？我开车去。那他装得下吗？他装就是箱型车，不是箱型车，掀背，他啊背可以这样压下去的那种，他站会有点这样，但他坐着就很舒适。所以你养这个鹿的时候，你老公有觉得说太夸张了吗？老公大概夸张了两年多，他就妥协了。两年多，他不是两岁了？他一定才妥协，到现在可能还没妥协吧？妥了，带回来之后他刚妥而已。你一开始是那个，他有很坚决的反对吗？他就觉得我疯了。但他后来就是物以类聚，两个都疯了，所以你老公也是爱养东西的人。他其实本来不爱，他是后来被我变得，就是说，哦，我以前从来不觉得我可以认出这么多种鸟，我以为鸟就只有麻雀，但是我现在分得出有麻雀啊。所以你家有鸟吗？也有鸟，几只？目前有两只，是八哥吗？不是，鹦鹉什么？绿袖眼。啊，绿袖眼。还有嘞？还有一只鸠。那你知道有一种叫隼的？知道，那是猛禽，对，嗯，我们飞很快，然后很会攻击人，对啊，会啦。可是我妈有一次带回来一只鸟，她说这是鹦鹉，然后我们就每天跟她说你好，她都不讲，然后就是一年来都没有学会任何一句话。然后有一天我们就不小心，她就是那个从笼子里面飞出来，然后就开始攻击我们全家人那个鸟，一直啄很大。你确定隼跟鹦鹉？差很多哎。对，但是我妈说是鹦鹉，然后当时我们也没有研究鸟类，我们想说就是把它当成鹦鹉来看。嗯。结果后来我姐姐说它根本就是隼嘛，因为我大姐后来出来从房间出来都要戴安全帽。因为啄的真的很狠哎。会受伤那种。对，就是眼睛什么就是乱啄。它是黑色的吗？黑色的。那它是不是大卷尾啊？I don't know， 就是很会攻击人类。因为隼它吃的食性跟鹦鹉完全不一样。它吃生肉。隼是吃肉食性的。隼是会攻击人的脑部吗？不会啊，隼通常离我们很远，它在很远的地方飞。所以那到底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呀。你都没有图片给人家看，你用形容的。我觉得比较像大卷尾，因为大卷尾在筑巢的时候，它的攻击性是很强的。如果你靠近它的巢的话，它都会冲下来，骑机车都冲下来啄你的安全帽，或者是。啄你的头的哦 ，OK， 应该不是隼啦，因为那是保育类的哦，一般人应该是养不到。对，而且如果你把它当鹦鹉养的话，它应该也不会活到后来。OK， 好，我回去吃肉，回去把这件事搞清楚。它只吃肉，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陆平妈妈。这也是应该是卡通里面，也是迪士尼的可爱系列动物哦。来，欢迎下一位沙西米。沙西米，我刚刚生气了吗？生气了，我不想生气了。等。很多，你要不要先阻止他？先把这个拿走好不好？你拿不走，你拿不走，他的一团糟，一团糟，好混乱，这里破掉了，而且破掉还有鳄鱼吗？对，鳄鱼被我们吓到了，等一下，现场太混乱了，先拿走，等一下鳄鱼就可以游泳了。那离你好近啊！哇，这样子，你好，请问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哥哥，哥哥，所以他是什么鳄？他是眼镜凯门鳄，所以他有攻击性吗？照理来说，鳄鱼都会有攻击性，对，但是经过驯化之后，他们可以变得攻击性非常的低，但是还是有攻击性，对，还是有啊，所以你就他可以。放下来自由走动，那就比较伤到人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哎，你这样抱着好像是从 IKEA 买出来的，好像哦，像娃娃。它有什么情况之下会突然这样冲过去，然后咬东西吗？通常是不会啊，看到鸭子会，就是进食模式的时候可能会。那它可以变多大？它可以长到快2公尺左右。哇，大！你是住哪里啊？没有，我是住一栋透天，然后养这些东西，一楼都是鳄鱼这样子。你养几只？都是鳄鱼是7只，都是不同种类的吗？还是同一种？
六只一样，一只不一样。一只是河口鳄，是世界上最大型的爬虫类，现在年纪比它小一岁还两岁，就已经长了2公尺了，但是预计可以长到4公尺。讲真的，你偶尔进去那房间的时候不会害怕吗？不会啊，我们就在客厅到处走啊，走他们的、啊。可是有很多其实动物，他们还是有兽性，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大暴走哎。他们就会到处躲啊，然后有时候我提着的东西便当，然后我要上楼，然后鳄就直接冲出来，会听到那个实在的声音，然后我就会被吓一跳，我就把它踢走。结果啦，没有啦。他们不会咬住你的脚踝吗？不会，他们知道说不是吃之后，我踢他们，他们就会走掉了。那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因为你想踢，我看一下你的腿上伤还蛮多的。哦，对，这些是他们咬的吗？他们抓的，不算是咬，这个是撞到，这是最新的。哦，是撞到而已。你自己撞到吗？他们可能打架，他们在追逐的时候嘴巴会开开的，然后跑过来路过的时候就撞到。哇。然后就去缝了，这边的鳄鱼去缝了，这些都是缝过的、啊，这些都是因为鳄鱼打架然后撞到的、啊，对啊，哦，那根本撞不到，对，可是它这不是咬，这只是撞到而已。你是什么契机下养的第一只鳄鱼？契机哦，那是很小时候，就是通常都会养很多奇怪的动物，那时候我爸都会带我去乱买啊，什么蜜袋鼯啊，然后什么刺猬啊，那个天竺鼠啊，兔子啊，都养过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就去水族馆看到鳄鱼，觉得很可爱，我想养。但我爸对这一块可能不懂，因为我爸也是很爱养动物啊。嗯。然后到最后，他就说等我长大之后再养。然后等到我长大，那时候高三，18岁的时候，在水族馆又看到鳄鱼，然后我就想说水族馆的鳄鱼可以多大？他们卖小小只的，对，小小只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这要怎么养？”然后一问三一只，我就直接打电话去那时候的麻豆鳄鱼王，然后就说我要买一只鳄鱼，对我就跑去台南买了。你第一只是河口鳄吗？没有，第一只是凯门鳄，就是它，没有，第一只也是比它大很多了，已经30几公斤，10岁了。哇，你没有跟你爸爸说你要带鳄鱼回家？有，他带回去，他看到哇，很开心，拉扣子啊，就这样讲。拉扣子，哇，拉扣子！因为我一回家我就放走了，拉扣子。那我妈就从厨房出来说。你又搞什么东西玩？你妈也那么冷静吗？她就说你这样子不怕被咬手指头咬断吗？我说你这个大小应该是不会啦。嗯，怎么了？我们的布景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走。它动了！天哪，它好可爱哦，好帅！它要去哪？好想摸，肚子可以摸吗？只要抱手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认真呢？就像抱小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你可能要站起来，然后像抱小孩子一样抱？所以我从后面开始抓吗？我抱给你。好。哇，感觉好酷啊！好可怕！哎呦，来 ，baby 来。认真。我要这样玩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超可爱的。好像在抱恐龙哦。真的哎，哥吉拉感觉。给他抱一下，给他抱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乖乖乖乖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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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不是迪士尼系列的吧？哎呦。那个船长的普克船长，那只鳄鱼，对不对？哦，也算，还是哦。OK， 好，谢谢沙西米。就在我身上，不是 ？OK， 这是你的，做的很稳定哎。那就先抱着喽。好，我可以抱着它，很可爱。欢迎下一位来宾，博成。哎，不是你吗？不会有，没有，因为他们很像老鼠，有点像。他也算。这些你不怕他怕这个？因为他就很像老鼠。这很可爱耶！他几岁啊？2岁。2岁，他还会再大吗？不会，这成体了，最大就差不多。他是狮子王里面那个站起来的那个吗？对。对，丁满。所以他叫什么名字 ？Michael。Michael， 你是不是乱取啊？想不到乱取啊！那时候想不到。你只有一只吗？哎，我养15只，应该15只。15只狐獴，可是狐獴好养吗？其实跟养猫狗差不多，养法差不多。是它会听你的话吗？在家叫了会过来。所以它如果放下来走路，它会不会跟着你？这边应该有难度。所以它会自己跑掉吗？不，也不会跑掉，就是。它会站立吧？它会站着。好小哦！哎呦，你平常出去是这样子遛它？对，都这样遛。太酷了吧！遛狗狗这样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你可不可以走一下啊？看它会跟着你。你好。Michael， 过来。啊！怎么？鳄鱼打脸！鳄鱼打脸！小心！小心！好像看到它了，好像就有点躁动。真的假的？你还好吧？我
鱼打脸，哎，可是衣服有事，抱回来了，所以他刚刚是被狐獴吓到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应该也不是吧，对，他就忽然因为一直不在主人身上，他觉得那个吧，怪怪的吧，也是有可能意识到，哎，这不是我妈，对，突然想到，突然想到，对，这不是我妈。你觉得小朋友如果吵着要养的话，要不要跟他们讲说哪里是很困难的地方？其实养宠物就是要花时间陪伴，然后再就是把屎把尿，一天喂几次？一天二至三餐。二至三餐，它是吃也是饲料就好了，猫饲料，然后虫子，虫子，哪一种虫？大麦虫、面包虫。所以你刚刚那个也可以给它吃啊，它吃虫干吗？对，虫干它吃活的，它比较不喜欢吃干的。我有带活的大麦虫的，活的大麦虫，对，所以你要现场给它吃是不是？可以啊 ，Oh my god， 刀来里面，这是活的。哇，真的是活的，哇，跟你那个一样是不是？对，它是烘干的，就比较香。吓我一跳！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从小我就很想养狗，可是因为我家里都没有办法养那种猫猫狗狗，所以我每次看到别人动，我还是会不知道它的那个动作是怎么，会吓一跳。嘟到它那个嘴巴面前那个字，抓抓起来。你说我哪一个？你说我哪一个起来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那碗。哎呦，吃的很猛哇！你吓我！虫子吗？而且是活的虫子，哇，吃起来还蛮狠的，很帅，超狠的，超狠，也是在凶的，那个可爱样已经瞬间消失了，好狠好狠，我觉得比鳄鱼还狠呢，怎么那么不可爱啊？吃起东西来，吃东西，人家都死，手还会这样子，续航力不好，他喜欢那儿吗？觉得舒服，他累了。奇妙的地方，也不是，为什么会他会进洞里面？也没有，比较安全感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就好了，好，好令人无言的东西。OK， 我们就是很可爱啦，乍似很可爱，可是吃东西的时候很可怕，很角色。谢谢博成，谢谢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叮叮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叮叮